天还是黑的，看到没？因为现在才6:24，天还没亮。为什么今天起那么早？一般我都是中午才出发的，今天视频都不能剪，必须一大清早出发。今天行程非常的赶，也对自己身体啊，包括对车啊，都是一个考验。今天全程可能需要跑300公里，然后全程都在3000以上的海拔上跑，300公里大概得跑8个小时，如果不停啊，就导航上8个小时，你还搭上休息啊、观光啊、拍照啊，我估计起码得10个小时，所以今天必须得早点出发。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行程，这里是如美，如美跑47公里，要翻一个绝巴山。还要翻一个5130东达山，这就100公里后到左贡有3870米，然后再跑100公里到邦达有4120米，然后再往前面跑要翻一个4658米的新叶山，然后再前面7公里就到了怒江72馆，这也是318上面最著名的一个景点，怒江72馆也是非常刺激的一个地方，也非常考验车啊什么的，然后再往前走75公里啊，才到达今天的露营地巴树，这里海拔3280米，所以全程300公里全程都在3000多海拔以上，然后要翻好几座大山，然后还有路上堵车什么的你还要考虑进去，因为318一直都是在修路，虽然导航说8个小时，实际上估计可能今天能天黑之前到达巴树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阿弥陀佛了，估计大概率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早出发吧，早出发总比晚出发要好啊。就这样了，就不多说了。全程306公里，大约需要7小时43分。沿318国道继续行驶12公里。你看前面这骑自行车的出门更早，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挑战的。朋友们，开心，我好开心，爬上了今天要爬的最高的一个山峰，东达山。这个山5130米，现在终于翻过来了，有点喘啊，估计是我太激动了吧，因为这一段有段路特别特别美，就是这段路。这段路接近有10公里，一直海拔在4600上面行走，两边都是山峰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云在山间流动。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驾驶室啊，就像一个戴着 3D 的眼镜，哇塞，那比戴 3D 眼镜还要爽，就看到这个啊，这个山峰上面啊，这个东达山这块儿。哇，两边的山峰，那个云在快速的移动，哇塞，真的让我震撼，让我汗毛都立起来了，特别特别美，我去，太美了！一大清早出门，选择是对的，沿路一辆车没有，就算没有一辆车，哎呦，离开了如美，就是爬坡，
很难开快的。那个导航说全程8个小时，那是理论的，每个小时60公里，这个理论速度来开，实际上我每个小时只开了25公里，我现在2个小时也只开了60公里，到达了东达山，还没有算堵车。我不亲，我一定要再和这个东达山合个影。5130米啊，这是目前我人生经历中攀登的，应该是爬上的最高的一个山峰。嗯，好的，来把我框进去就行，我就入个镜，耶、好，谢谢，没事。人走了，这里还是海拔太高了，不做过多停留，怕万一等会有高反。虽然目前没什么状况哈、呼吸啊，心率啊，反正都没什么，但是还是走吧，大家都走了。走了，继续出发。这是今天爬的第2座山，今天一共要爬3座高山，然后再就是怒江72拐，另外一个山是4500米，那就不算啥了，5100都爬过去了，对吧？还算个啥？东达山5100，耶！哈哈，不要太兴奋，走了。走了，东达山，有点喘了，感觉在这儿堵着那就麻烦大了。现在就下坡了，下坡应该会好一点。目前感觉不用吸氧，感觉还行，就是心率感觉有点加快，稍微胸有点闷，其他的没啥症状，一切都好，少说话吧。希望之前的那段风景，10公里那个风景，相机有拍进去了，因为当时太兴奋了，我全程就看着这个美景，我都没有看相机到底有没有拍到。好，不说话了。车停在这儿，终于从5000多海拔地方下到了3800的左贡。说实话，我连早餐都没吃啊。本来是想到边开车边吃的，那之后你想，如梅那个地方一出就是盘山公路，左边打完就打右边，右边打完打左边，我哪有时间空着手去吃东西啊？我一口都没东西没吃，就喝了几口水，嘴巴什么的都那个了。现在嘴巴好像有点恢复正常，刚才在那个高海拔这里，嘴巴好像感觉都有点乌了，就有点黑了感觉。现在下来的稍微好一点点，简直省什么？然后到了县城吧，这是个县城吧。找个地方吃早餐跟中餐吧，现在已经4点钟，出来已经开了3个小时才到左贡，后面还有5个小时，如果顺利的话2点钟3点钟就可以到，还不错，如果不堵车的话。然后这里是左贡县城的这个物价，炸酱面18，鸡蛋面18，全是18，米线也是18，豆浆3块，煎蛋4块，盖饭25，炒饭20、25。这里有个地图呢，现在是在左贡，我还要开到邦达107，然后邦达到巴蜀，这里94，就还有200多公里。吃了碗辣椒盖饭，25块钱，继续赶路。刚才和那个老板娘还聊了一会儿。说这边全都是成都人、四川人在这边开馆子，因为这边还包括那些道路上维修嘛，也都是四川还有重庆人，
因为这边的给的工钱比较高，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打工，其实也很辛苦啊。这边海拔那么高，像我们都有高反，他们还要每天工作，是吧？每天工作7个小时吧。当然说，如果在当地啊，那种熟练工种，一个月啊一天300块钱，在这可以拿500-600块钱。所以在这儿，很多四川人到这来工作半年，然后就回去，就工作半年等于家乡里面一年的收入。所以这边就很多四川人了，所以店面也很多都是四川川菜，到处的，你看，包括那个酒店也都是川菜。这是个遥控器，遥控器。拍照。这是遥控器。要飞上去才有用。要不飞，你们玩一玩。我去拿一个电池。来换个电池。这个人真太好了，飞你们看看天上的感觉。你们见过自己天上的家乡没？没有。没有吧？你们只见过地上的是吧？对。好，带你们看看你们天上的感觉。走。那不休息，你们也见什么？还有恶魔吗？恶魔。在后面，去后面。开飞机。我们等一会儿我飞上去让你们玩一玩，好吧？等会儿可以让你们玩一玩。好，转一下。哎呀，瞬间都是电影。我去看一下。你就是摄影师啊？你随便你拍什么啊？啊，你别按这个。就现在已经开始。我俩拍一下啊。随便你拍什么。我俩拍一下，拍一下啊。哎。在那里吗？你们想看什么？家乡。I never felt tomorrow closing in this fast. Oh, I guess time's in a rush. Leaves are falling down.But at least they grow back while I'm on a one-way track. Now I know what it means to grow old. Yeah, now I know the time I got, it is just enough to get.走好，下来了，有点会下来了，不错了，你蛮厉害了啊！这个是换一个人玩一玩，来，我来，换一个人玩。我来，现在还有电啊，排队哈，排队。啊，那靠边，别骑车，靠。那不接着接着跟，接着接着。那个蒙总，这个蒙总。跳上来了。好，这个娃就下来了啊。你下来了啊？那个又下来了。来转圈圈。哎，你改灯了，对吗？我们一起嘛。哎，我们一起啊！好，一起。耶！下面有天线，天线就撞到了。但是那爸得了，对吗？你说话。爸。好，换一个，玩一玩。别摔了，别跟我摔了哈，你们。这是说话的。怎么说？说话。说话。你看。哎，
又跟你了，要不然多少遍？我看看。不要，我不玩那个，我不玩。我不玩。还有72个，就这第12个点，快没了。看来，来，小朋友，你还要玩吗？你男孩每个都玩过了吧？那得接。这个是甩方向的，哎，脚放下，看到没？用手放在。不动。好，行，可以，每个人都玩一玩。怎么又抢起来了？来，让别人玩，让别人玩，你别抢，快没电了。来来来，你。我来，我来。他不给我真的。让我玩一玩。他不会玩。这个转方向，转转转转。你看没有了，无人机。哎，无人机在哪里？怎么说话呀？转圈圈。转圈圈，可以说话呀？你看看，我放给你看看，你刚才拍的啥玩意？怎么看来着？就是搞的，把子掉，我把的，这个是掉，刚刚那只掉，我把的，我把的，我的，这只掉，那只掉，我的，我掉了，剩下的。苹果多少？这个苹果13。但是两个豆，32。嗯，我拿来。是那只两个豆。刚才没玩过。嗯。等我们放了。新的，哎。13。这里放了。13元。哎，别别别，电池呢？你把电池给我拔下来了，电池给我。耶，这电池哇，幸亏回来了。这电池坏了，哇，这电池怎么坏了？哇，鼓包了，这里高原，鼓包好困难。我呼吸。你们站着，给你拍照。拍照。不拍了。好了，等会儿我收起来啊。来来来，给我来。我也想玩。哎，你还得拍，别点那个前面哈。你能不能叫我说干罗宾叔叔干罗宾叔叔怎么说？我叫罗宾，我叫罗宾，不会吗？哎，你还在拍呀？哎呦，嘎啊，嘎是就是在啊，真的自己啊，你说一下啊，你就是你的啊，自己啊意思啊，自己啊，啊的意思我啊，我是我恰啊恰我啊恰恰啊恰什么的恰的意思两个鞋子，两个鞋子，我是鞋子，鞋子。一双鞋子，拍了吗？拍了，哎，真棒！这是我刚才的摄影师。好了，我准备走了，你们要不就跟我说一句那个罗宾叔叔拜拜好不好？用藏语去说行吗？哎呦，罗宾叔叔，罗宾，拜拜，走了。再见的意思啊，亚莫。